第八題話鐵路咧點解容許人帶呢個金屬氣球進入呢一個月台？咁咧就點解呢個金屬氣球咧會令到呢個供電系統發生故障？嗱，呢個常識大家係要知道嘅嚇，因為如果啲氣球升高咧，就容易咧就令到呢一個電纜透過呢個氣球咧就接地，咁就形成咗短路。咁因為鐵路嘅電壓係非常之高噶，咁咧就會產生一個好大嘅電流，咁就會破壞呢一個咧供電系統噶。咁 B 部分就話啦，咁技術人員維修呢一個電纜嘅時候要穿着塑膠鞋，點解呢？因為塑膠咧係一個絕緣嘅物料，咁咧就算即使意外接觸到高壓電纜，咁因為咧嗰個物料嗰個電阻非常之大。咁所以電流咧流過人嘅身體咧都會相對少，係一個咧安全嘅措施嚟㗎。